就是刚才我们走的那条，我们在森林里面到处穿梭，走到那条大路了。刚才从这个方向过来的，幸亏这个里面当地的车比较少，半天才走一辆，又一辆车过来了。然后到处都是这种交叉的给人徒步的路线，还有骑马的、遛狗的，那画一个遛狗的，然后机动车不允许驶入，在自行车的符号，还有路线的那个路标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小路。现在应该是一点了吧，但是感觉像上午一样的。这气温低，现在的阳光晒起来还是暖和，也不觉得晒了。上次夏天来的时候就特别热呀。这样你又，哎呀，这段时间雨水太多，森林里面好多地方那种小路都是那种烂泥路，车轮子上面全是泥。哎，前面两只，哇，好几只大马呀！三匹大马，第三只好高好高大呀，那个它那个毛，那个马的那个毛特别锃亮，油光瓦亮的感觉。过去拍一下，他们没走，哎，在那路边休息了。这三匹马他们在这儿休息了，然后看他们相互的拍照片用手机。好，弄完了，弄完然后再继续回到主路上过来看一下，来拍一下。这边是荷语区，他们说话说的都是荷兰语，不是法语了。哇，这个马好高啊，这个，对，左边的老头骑的这个马是最高的，感觉得到我的至少得1.5米高，堵到我的胸口了。老头那个是最高的，感觉1.5米、1.6米的高度。马腿好细啊，就是一个骨头上面包一层肉，那个马掌上面都钉着那个金属的马掌。你看那个马掌，那个马掌上面咯哒咯哒。人家都没觉得尴尬。录个空镜。哎呀，这天气太好了，这个金秋的时候，主要这个昨天和今天都是这种天气，万里无云那种，就是一个蓝天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大自然里面走路，空气也特别好。然后那个又特别安静，顶多偶尔有人走过，骑马的、骑自行车的、徒步的，和我们一样。 GoPro 这个厂商也挺有意思的，他每年出一款，现在已经到 GoPro 10了。你这是？我这是8，已经不错了。8到9的时候没什么变化，9到10的时候变化大一些。就是他，因为他每年都出，导致他很多时候的更新换代那个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改进。现在都出到 iPhone 七到八的时候算比较大，现在都出到 iPhone 13了，我连 iPhone 1都没有。我以为是 iPhone 12的呢。现在都到 iPhone 13了。这天多好，你看也不觉得热，太阳底下。我连 iPhone 1都没有。我都没用过苹果的产品。你现在就有一个。什么呀？哦，你说那个 Pad 啊？你捡的我的 Pad 呀？那个 Pad 简直。那个速度简直都无法忍受，都尿在那儿吃灰吃多久了？那有什么办法呀？本来就是，现在都出来了，老的还好使的话，你怎么会去买新的呢？这个怎么这么像那个什么？一般自己花园里面种的那种植物？这本来就是那个呀。那叶子你看那么，就那种四季搞冬青树养的那种叶子，就是冬，根本就不变色的。这就是那个欧洲冬青。现在在太阳底下常走的话，也会走冒汗。现在应该是一两点了吧，但是感觉就要上午似的，这天都要太好了。不是因为你起得太晚了，那个雾太大了，11:40的拍摄正好大雾正好上去，
十点四的时候，我还看，大蜻蜓。这蜻蜓小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去捉。走了好长时间了，这边是城市边缘的这边河语区的乡村，这边是社区，这还有个警察局了，这应该是一个小村镇。开车子来是从那儿走过的，那从那里面走走，这是那条大路，前面就是停车场那儿，我们从这林子里面走，这还是边缘，地上面全是松果呀，厚厚的一层，然后还有那个板栗啊，大自然的。